邦打猎照片把父子党的记忆拉回南非，旅居海外多年，爱上非洲的野性，无限怀念。最喜欢打猎，目的不是要说打 just for fun， 这是上帝的恩宠。好，你打猎的目的是要把它拿来做食物也好，你要拿来做贩售也好，千千万万不要拿来打好玩的。打好玩的话，很不幸你会再也打不到动物，那就受到上帝的惩罚。紧邻水岸的住家有令人贪恋的美景，李家父子难忘异国滋味，索性开餐厅和大家共享原汁原味的南非菜。1986的，这样一瓶要多少钱？现在大概4000-5000吧，那小瓶的很珍贵。做菜大手笔，南非国宴菜古荷兰炖肉，看来其貌不扬，却是不加一滴水，用白酒熬成的。不知道人觉得哇，我贪掉啊！知道人觉得太浪费了。另一道炸鱼排淋的酱料比鱼肉贵上好几倍，一顿南非菜可以尝尽欧洲殖民国饮食文化，带着非洲大地的豪迈热情，品尝最道地的原始风味。国请客的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不爱呛，不爱呛，不爱呛，国请客，不爱呛，不爱呛。